经过彼暗了后，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放过。你敢愿意甲我做伙？你是扩张讯息，真了紧张，手机好无？宝宝，是我唔好，我替你做一个好妈妈。爸爸对不起你，因为你的大嘴巴，今物很假的人拢认定我一开始就无想要认这个囡仔。认定我是真狠心甲你囡仔的妈妈，你敢把你真委屈，敢讲我袂委屈？你若是无想要让人知影你的秘密，应该一开始就啥物人拢莫讲。你是因为你家己嘛有袂当让人知影秘密，才讲这款话。你是不是有秘密？是我唔。我先跟你讲哦，我无接受任何失败借口。刚不要今日又晚要出国，请你去吃吧。我今嘛开始后悔啊！我不爱你出国，你跟我做伙转去。我想说，你可能都吃遐袂记摕，我等你提一下。好啊，时间无够，自然走。好。我甲江皮尔这么多年的恩怨，总算会当伫咧今仔日结束啊！江皮尔，为了我的人生，我的幸福，你得好好小心。这个人刚才伫倒位看过？是迄间来偷巢的人，阿祖啊！这个人有问题，伊是做高利贷，今天就要报警，紧！小陈，你妈嘞？出国去啊？这回。对比他们怎做？过来看看，我下一趟到啥地方？救命！救命！给我！救命！